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今天来整理这个，因为最近这几天下雨，这个是之前种的小番茄啦，啊，这个种子掉下去长蛮多的，这像这种都要把它整理掉。像我这边有种那个戴安娜西瓜啦，啊，这个等弄好，因为这藤开始在攀爬。等这个弄好，要给它在地面上攀爬，到时候这个土再拉高，中间这一排准备来移植山药。啊，像这种番茄长太多，那我们没办法，像这个都要整理掉。那我现在这个是戴安娜西瓜，它比较小颗啦。啊，我就利用这边，我利用搭盆，就是利用之前的旧架子啦。啊，因为空间限制就拉上来，因为这个西瓜比较小颗啦。啊，其余旁边这个啊，这个比较短，这种比较短，这个就没有办法，等它再长一点。这边插个竹子再帮它导引上去，那就暂时就先导引中间这一个，这个再过差不多三五天左右应该就可以导引了。这边比较集中挤在一堆啦，那像这种我们要查原因，就是说看是为什么要把它修整，要不然像这种头会延伸不出去啊。但可能旁边这个有小侧芽啦，太多啦，就不给它抹掉，不要营养分就集中在这边。像这个抹掉，像现在的话，这个就比较感觉就比较细长了，它延伸的出去了。那一般这个我们可以留两三条，应该没有问题啦，多条就比较不好管理了，因为爬上盆架会怕会太乱，它还有其他到时候还有另外还有分支。那这边也是一样，把它再让它再延伸出去，我们再做导引上架。啊，另外一边啊，这边，另外这一边我就给它在爬在地面上。其实是我们爬地面上是比较好管理的，上架是没有那么好整理，因为空间的限制。这个就这样子，让它攀爬出来，往这边就可以。啊，现在两边大致上已经整理差不多了啦，
导引上架，啊，这个在地面上爬，啊，另外剩中间这个，我这个土面拉比较高，不过原则上下面的土，这个下面的土还是要深啦，啊，上面再拉高，我现在剩下中间这一排，那我有一点那个山药，我要做移植，啊，现在要把它移来这边。这种是红色的啦，啊，它到时候长会一坨啦，啊，颜色就是这种。那我们刚才有拉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呢种在这个旁边就可以了，中间。那我们这个藤，这个啊已经拉上来了，那我们就这样子。放在这，放着就可以了。这样子，土稍微旁边稍微盖一点点就好，不用全盖啦。然后这个就做一个导引，把它固定在这里就好了。因为它这个到时候往上爬，会爬很多啦。那现在这个土已经盖好了，那这个藤不够长，我们就暂时这样放着，给它拉长之后再靠近旁边再牵引上去。啊，到时候我们施完之后，差不多施肥，这个土可以稍微盖平，啊，果实到时候会往下长。那今天这个已经整理到一个阶段了，那有些菜园就是说空间比较狭小，可能要种很多没办法，啊，刚好现成的环境，我就利用这种来种植。那我左手边这边这个是小西瓜啦，也就是戴安娜，像这种这边的空间那个地面不是很大，啊，那我就利用这个空间给它爬上去，它有攀爬，因为西瓜不大，这个可以摘心，空间不用太大啦。啊，另外那边外面那一边，那边也是一样，戴安娜那边的西瓜我就导引上架，到时候会在上面攀爬。啊，西瓜长出来固定的时候，那果实我们就要把它稍微固定，啊，不然怕力量会承受不好，承受那个力量会比较不好，果实会开始大，这个不会太大了。啊，另外的空间就是像这种山药，红色的，它这个长起来是好像一个块大饼，类似这样子啦，比较大，不会是说细细，人就是不是长形的就对了。啊，这种我就利用这种土质土啦。啊，拉高，不过
重点是下面，下面的土也要松，拉高，到时候长下去，它就会在这个里面才长得开。我是利用这种空间来种植的。啊，这边有种了几棵，啊，有的是还没有冒芽，啊，比较冒芽的就是前后这两棵，啊，中间那个要等于时间，还要一段时间才会冒芽上来啦。啊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